你去西安是公开工作吗？是的。怎么知道的消息？太快了。你看到了吗？好快。对，好快呀！你去西安工作是公开的吗？是的。工作还是有认真的工作的，就是去西安吃肉夹馍的。24号周二。官宣。没有什么官宣哈。刚开始正常，在的在的在的。那由工作人员回复一下，如果他不知道怎么回复的话，就没办法回复了。啊，我们去参加了一个首映礼，是的。因为现在西安有那个丝绸之路的电影节，去参加一个首映礼是。讲解人生不至于。我们是一个分享绿色、贩卖快乐的直播间。后面是鹿角蕨吗？叫鹿角蕨。Hello，Hello，Hello， 大家晚上好。24号能去看吗？这我也不太清楚哎，这得要问一下主办方。邀请函，来，我给大家念一下吧。第11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在西安举办，末路无期也迎来首次的放映，所以我们去参加一个首映礼。末路无期的首映礼，晚上好，晚上好，大家周末愉快。这个放这儿，我觉得想。大家晚上好。对，好奇怪，咱就是说，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喝的是岩茶，喝的是梅盏岩茶。
有想吃的西安美食吗？我喜欢西安的九加一，不是八加一。有饮料的白水，对。晚上喝茶不会睡不着吗？其实还好，睡得晚。其实还好还好，因为喝茶喝习惯了。八加一，八加一是啥？加起来就知道了。哦，是岩茶水仙。我今天喝的是岩茶，那个梅沾，潘龙岩。没有，下周会去西安。我现在在家，在北京的家。皮肤好好，还不错。恭喜恭喜！对，很偶尔，现在不咋喝了，年纪大了。眼睛怎么有点红？日常红。生日过得特别顺利。最近有什么戏吗？最近没有什么戏。没有，因为字特别小，得要趴着看才可以。没有近视，要不我这边跟大家说吧。嗯，工作室已经给大家发消息了，9月27日。我这个眼睛，9月24日下午2点钟，西安万象影城电影《末路无期》的首映礼。工作室竟然没有点亮粉丝灯牌，后面的植物好养吗？挺好养的，因为它已经适应了。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是一个分享绿色放慢快乐的直播间。如果不当演员，老师会选择什么工作？我会选择关于艺术方面的。我有可能就会去一个画廊打工，或者是自己做一门，学习一门手艺，做一名手艺人。不，说的不是你，不用对号入座。设计师也好，我觉得设计师对于我来说门槛有点过高，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艺术水准到哪，就先去什么画廊啊、画院啊，或者是设计师的工作室啊，我进修一下，学习一下。没事没事没事。看一下，看这边吧。一条叫一条一条是啥意思啊，朋友？后面那墙上挂的一条一条的是什么植物？朋友，你形容一条一条稍微有点不太准确，可不可以换一个形容词？或者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下啊，就是底下的呢是
我们常看到花竹鼠，还有这个是龟背竹，然后中间这一层呢是西雷里蝴蝶兰，然后顶上的呢是鹿角蕨。想看狗子，狗子就在边上，来。哎呀，我们今天还没梳毛，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听听。是，顶上的是蕨类，鹿角蕨，中间那一层，哦，这个被称为一条一条啊，这种一片叶子，这种是叫西雷利蝴蝶兰，大家可以在十二月。或者现在已经有蝴蝶兰已经抽花见了，差不多在今年的十二月到明年的开春，它就会满墙全都是粉色的小花。对，到时候我们如果有空的话，依旧会给大家举办那个限时限定的叫赏花季。晚上会不会是很多多出二氧化碳？其实还好，因为我们现在在客厅。在门外，来，有女朋友吗？没有女朋友，现在单身。你的鱼缸呢？鱼缸在对面，在鱼缸在对面，背后的要拿下来浇水吗？是的，要拿下来浇水。鹿角蕨是水培的吗？鹿角蕨暂时我还没有看到能水培。对，没有，也没有看到尝试水培的朋友。喜阴植物它是可以相对阴，但它不算是喜阴植物。家里面如果客厅挂这个，家里面最好是朝向是朝东朝南比较适合，朝北不太适合，朝西应该也还行。七九八艺术看的啥展？今天没有看到比较觉得比较不错的展。有卖花。二期入完，下一个推荐哪个品种？二期呢是属于比较体型比较大的品种，可以推荐一个比较侏儒的品种，细菌鹿角蕨，或者是那个叫玉女鹿角蕨，其实也可以，它品种比较小，不占地方。现在这个价格也下来了，比较合适。比较有性价比。听着眼睛是原版的吗？我的全脸都是原版，全身都是原版。有什么小巧好看的植物推荐吗？
那比较室内的话，室内的话我想仓浦，就仓浦吧，它对于光线呀、各种来说会比较低一些。皇冠也好看，拍氧不糊。皇冠也有侏儒皇冠，侏儒皇冠还可以，就体型没有那么大。如果其他品种的话，体型太大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加入粉丝团，还有送的礼物，谢谢。发财树好难养，老是空心烂根，一个月才浇一次水。就是我那是因为不通风，然后最近温度比较高，然后一个月浇一次水，这个的干湿循环不够，就它特别容易导致于闷根或者是缺水的一个情况。就像人一样，会在一个比较闷热比较潮湿的环境里面，它是很难一直持续待下去的，他会感觉到身体不适，虽然他不会立马的挂掉，但我像我们人一样也会在那个环境里面会觉得不透气啊，会觉得身体会很不适嘛。其实植物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很通风通风环境很舒畅，然后气温没有那么高，水分湿度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植物也是一样的。如果当然，如果家里面的这个环境很大的话 ，OK 呀、因为很多人现在是居家养植物嘛，没有那么多的场所。然后又想养很多不一样的品种。我觉得多肉呢是一个比较靠天吃饭的植物，虽然它长得比较小巧，然后颜色也比较绚丽，比较适合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家居去养，也比较容易种草，但是它的饲养难度，如果环境很适宜的话，那当然会很好养。如果环境不适宜的话，就算你的养功再怎么好也难养。它是一个环境第一的植物，如果环境不好的话，它是一个需要早晚温差很大的一个地方，像云南这种地方它可能就会比较好一些，它很容易出状态。像我们在比如说特别南的北京南方，或者像北京这种地方呢，我认为不是特别的好养，它比较吃环境。对，它只有早晚的温差才会让它的颜色才会使它发色，多肉呢还是要发色了以后才会好看。北方还蛮干燥的，发财树好养吗？发财树它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植物，不管是在南方北方都有养得很好的地方，主要就是干湿循环一定要强，然后光线呢，明亮的散射光就其实已经足够了。捕蝇草它需要高湿度，阳光呢其实也还好，明亮的散射光，但是它需要的湿度尽量在60%以上，就保持一个湿度70%左右，70-80%左右，就会养得很好。我的鱼在对面。
副业是绿植吗？其实也不是，就是一种业余爱好。对，是的，那一天很感谢大家来捧场啊。其实那一天活动，对于我来说是很满意的，比较圆满。很开心呢，很开心，谢谢，谢谢大家的关心啊。要不要换茶呀？要换茶吗？要。想喝什么茶？就还是红茶。对，是的。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是一个分享绿色、贩卖快乐的直播间。希望下一次啊，好的好的，我们尽量去策划。那一天的礼物应该是还没有给大家发出去的。大家稍等片刻哈，一般播多久？一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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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谢谢。就赞赞，谢谢谢谢点亮粉丝团。大家可以帮我点亮一下粉丝灯牌吗？谢谢。女生喝什么茶比较合适？茶一般不分男生和女生喝，只是说是它有些茶比较浓厚，而且每个人对茶的口味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刚开始喝茶的话，我比较推荐比较柔和的一些白茶呀、红茶呀，这种像岩茶或者是铁观音，它比较茶的味道比较特殊，也比较厚重一些，可以慢慢进阶，对吧？只有说刚开始尝试喝茶，或者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资深的茶友，这种说法也没有说是适合不适合。晚上喝茶会失眠吗？其实还好还好，已经喝习惯了。都可以，每种茶它的味道还有好处也都不一样。六宝来说，它就比较有一种米香味。我喝过的六宝啊，是有一种墙皮的味道，或者是米香的味道。它可能就更加贴近于泥土的清香芬香。但有些人会喝不惯。我白天喝茶晚上睡不着，那就可能对茶多酚比较敏感，我们可以喝比较淡一些的茶类。
对，如果是睡不着的话，可以我们喝一点那种是拼配茶，或者是那种发酵茶，黑茶。谢谢谢谢。这个太好了，双屏真的太好了。又换茶吗？换试一下，换个，就说六宝吧。你可以，行吧，六宝也可以。对的，可能大家都休息去了。没事，也是我们上开播的吧。我们也看看有什么比较有趣的弹幕可以念给我听听。你待会儿准备喝一些六宝茶。哦，那不是原来还有吗？我跟你说，这个应该放他家。没有，好像是固定的。那就把那个。对，我这边还有大家固定。可以。那待会儿他拿走。现在这杯子，这杯子可好看了。回来了，不丑，不丑了，今天太晚了。他也累了。谁？拜拜。我等会儿我赞赞推荐一下那个给爸爸买的茶，他平常喜欢喝什么类的茶有吗？现在帮我看一下他们有什么需要我回应的，觉得有趣的评论我可以回应一下。看不了，下次能不能早点去？下次怎么了？能不能早点去？有点能不能早什么？早点直播。我们直播比较随意啊，就九点之后，因为也不敢保准那一天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尽力给大家九点准时开播。有人要去海南旅游。有人海南旅游，现在海南其实呢就是度假，其实对于来说就是它游玩的景点
因为我是海南人，我可能没有那么的客观，但是我觉得去海南一般呢就是度假，然后吃东西，对，好吃的东西很多，不管是甜口的还是咸口的。比如说甜口的呢有清补凉，还有就是海南的下午茶是很有名的，很多好吃的下午茶。咸口的呢，那就比如说海鲜还有烧烤这一种都会很好吃。哎，念姐走了，念姐走了，那咱就换小壶喝吧，小壶喝的还快一点，对吧？你帮忙念一下，我去换个小壶。换个小壶。终于把那天直播，终于把我的瓷器全都给拿出来了。是没有意思的吗？看来大家发的弹幕都一般般了。那你不在小某书直播了吗？在啊，但小某书也是比较随意的，所以大家多关注。有人要跟你在西安见面。好啊，好啊。那咱在西安碰面吧，在活动的当天可以碰个面。现在泡的是什么茶？现在在泡的是六宝茶。这个六宝呢，比较有点气味比较香，米汤和大米的味道更加相近一些。六宝是属于黑茶。西安是什么时候的活动？24号下午2点钟。这个有人问曲廊院有什么好吃的？曲廊院有什么好吃的？其实挺多的，而且我觉得曲廊院最好的一点呢，就是它比较人性化，也比较可以去了以后，它那个是属于时令的创意菜，它是会根据当季的季节然后去设计的创意菜，可以跟店员询问一下店员。他们问参加的是什么活动？首映礼，大家刚刚没有看到吗？赞赞属于性格强势的那种吗？有强势的那一面，但是其实还好吧，还好。绿色的卫衣已经不记得了。大家有看到工作室发给大家了吗？在西安的万象影城啊，西安的万象影城，大家可以看看。想问一下，晚上喝那么多水，第二天不肿？肿啊，运动就行。可以骑动感单车，或者是我平常的运动是什么，像什么超慢跑。我们在小某书的时候会给大家，就是我运动的时候会开直播。
对，大家一起督促运动。深夜焦虑怎么办？要正视自己的焦虑，焦虑的问题在于哪？我们去解决问题啊，解决焦虑啊。已经被种草超慢跑了，对啊，很方便，主要是一个小角落就可以了。24号有粉丝名额吗？这还确实。确实还没有对接到这一方面，我们去问一下吧，到时候问一下吧，好吗？让工作室工作人员去问一下吧。去不了西安了，我想去，没关系，好好工作，工作第一，好不好？我也去是为了工作，对吧？为了捧场，为了工作，嗯，大家都好好工作，线下见面有的是机会。后面盆栽的植物是什么？这个吗？这个是花竹，这个呢是。龟背竹，这是龟背竹啊，在家鹿角的那一种怎么了？咋啦？要上来呀、啊？这喝的习惯吗？这个比那个厚，嗯，比较浓一些，因为它属于黑茶属，它出汤特别快，你看我刚刚都3秒出汤了，它浓，味道还是很浓。这个我觉得这个六宝呢得要泡到第三泡以后味道会比较柔和一些，才会有那种甜味儿才会出来。它现在就厚，泡的次数比较多吧。对，因为它厚嘛。对。味道重嘛。在北京。是学过茶艺吗？没有学过。纸张。来到第一个柜子。打开。哦，好像纸是不是打开也没了？还有哦，还有一卷应该是，还有一包，是只有还有一包吗？底下最底下紫色的看到吗？没有吗？末路无期我们没有演哈，没有演。只是去参加首映礼，对，是的，工作人员不应枪哥哥，对。哎，紫色的没了，没关系，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没关系，我们越挫越勇。哦，我没有养菩提的盆栽哦。早些休息，你太潦草了吧，宝子，你太潦草了。今天是有点晚，那几个叽叽喳喳的都不在。对，手串是什么？是翡翠。
秒出汤，太浓了。对，而且我本来想要那个大杯，因为茶有点多，咱俩喝确实是有点浓。推荐一个在宿舍养的植物呗，那是要看宿舍是朝南朝北。空气凤梨啊，空气凤梨，对，可以挂上挂，就挂在那个墙上，对，那个蚊帐上，对，上下铺的话其实可以挂，能挂好多，能挂，但北京其实相对来说那个。寝室的湿度没那么高，但其实它不需要特别多的空气，需要啊，它就喷就好了，喷壶喷一下就好。也是。放点陈皮和六宝一起调和。对哦，放点陈皮，放吧。家里有吧？有，掰一小块就行。稍等，在天津宿舍朝南养什么？朝南的植物可太多了。光比较好。对，光比较好。其实你像我们的比较小一点的植物，其实蝴蝶兰也适合，不要养太多嘛。像我养太多了。但宿舍其实不太适合。养太多东西吧，因为放假的时候就走了。除非像你一样抱来抱去的，去哪儿拍戏就抱到哪儿去。我最近很喜欢那种小花锦，特别小，就是那种北京路边都有的，但是它现在繁育出了特别多的五颜六色的，我觉得放在窗台啊或者各种啊，它朝南嘛也合适。宝子，你是不是太焦虑了？感觉你不够放松。我今天已经太放松了，都对对，没有看到我就焦虑的时候。哎，也不是完全的像葛优他那样才叫放松了。我其实今天蛮放松的。哥，我买的多肉不小，先摔地上，根摔出来了，但埋回去了，会不会死掉？不会死掉，可以稍微修一下根。现在已经秋天了，正是可以换盆修根的季节。你既然已经摔出来了，它的根已经就是暴露在空气很多了时间了，你可以把根稍微修短一点，修到二分之一，然后放在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给阴晒它差不多一天的左右，让它的根系稍微有些愈合，再种进去，用那个微微潮湿的土给它种进去。对，然后种完了以后先放到比较阴凉通风有一点点散射光的地方就可以了，等它缓个差不多四天的时间，然后再把它放到有太阳的地方就没问题了。哎，我的是挺多路的，这有点太大，掰一小片就行。可以啊，这也太小了吧？啊，这太小吗？够吗？还是有点太小。那你再来，我不知道量。
说蝴蝶兰的根干了还能挽救回来？干的概念是哪种干法吗？哇，如果它的蝴蝶兰的根已经干到扁了，那就养不过来了。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干了的根？大家稍等啊，我去巡视一番，能不能找到？这边上这个。像这种根，你看它这个发白，但是它比较壮，这个还是鲜活的，但是它干了。但像这种干瘪了，是已经救不过来的。最好的形态呢是这一种，它有水晶根。那这种的根是因为很老根了，老根它才会这种状态。像这种新根，你看吧。比较壮，然后这个是红色的，是有那个小尖尖的，是它的水晶头，证明它现在正在长根。这是在干嘛？我们是一个分享绿色、贩卖快乐的直播间。看鱼了，鱼还没收拾好。那也还行吧。他今天嗓子怎么哑？对，累。这样水淋淋的挂在墙上和在盆里养有什么区别吗？本质上其实。它的区别呢，是因为它的叶子本来是往下垂的，这样它的垂感会更好。如果它开花了以后，它整一片都是花海，跟盆植的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的。盆植是在这一边，等到开花季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就是拍，就是往垂下来的垂感的照片，还有盆栽的样子，到时候都会给大家分享。有哪些品种？基本上的品种我们都有，都已经集齐了。你知道九里香吗？知道。狗狗是泰迪、贵宾。哥，冬天寝室内有什么花花可以推荐的？就开花的那种。最近那个叫着。仙客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刚刚有朋友说寝室啊各种地方比较推荐的小的植物里面，仙客来也是现在大家可以入手的。它本来仙客来属于是年宵花，有点像是它从有些花厂从九月份就开始催花，就已经开花了，它可以开到来年的春节，所以它的花期很长，而且它一朵呢可以开个十多天吧，它会源源不断的开花，源源不断的开花。对，仙客来也好养，是的。贵宾好养吗？好养。明早要考试了，祝你考试顺利。早点休息，不用看直播了，快去休息吧。放了陈皮就是好喝，嗯，然后再加上它现在已经柔和了，对，这几泡已经三泡了吧，第四泡了，其实还是比刚才喝那个岩茶要厚很多，对，厚很多，但岩茶冲的水也比较多啊，这小杯。数一般是下午。蹲一下，从4点到
六点多，就是傍晚的时候，随机，我们比较随机。对，我们只有抖音是每周六晚上9点之后给大家播，这个时间是固定的。什么时候再去拍戏？就开机的时候才能去啊。现在还没有定呢。啊，我们不卖花哈，我们是一个分享类的直播间，我们是一个分享绿色、贩卖快乐的直播间。谢谢谢谢支持，看看赞手串可以吗？可以啊。接到好的本了吗？没有。哦，没有，这是家里面的客厅。这个现在这个手串不是，是朋友送的礼物。有待播剧，但还没有播。之前说有金锁，那个没开机呀。谢谢谢谢大家。没关系，我们都在各自的行业里面努力奋斗。有缘自会相见。好的，那就多点关注吧，到时候会给大家分享的哈。东北现在这个温度能养活铃兰吗？可以现在种铃兰的种球，可以现在种，是正好差不多吧，9月份10月份是种植它的好时间。那差不多也是得要春节左右的时候会开花，抽芽开花。东北可以种铃兰的，可以。是不是暗呐？我的这个脸，是吧？暗吗？灯没了。哦，灯没了。哦，其实还好，也还好。刚刚我屏幕开的暗。我现在这里面这样，也还好，也还好。谢谢，哇，我们还有一个等级这么高的朋友啊。等级51，比较显眼，他那个是紫色的。还进来了个56。嗯，还进来个56，是。进来就可以。山上的气温会比较低，所以它铃兰开也很正常。哇，那完了，都泡太久了。出汤的声音咋了？感觉得很治愈。等级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比较明显。好的好的，早些休息。你好悠闲啊，那工作该忙起来的时候也会忙起来啊。那我们工作之余不就是应该好好的享受生活吗？
你干嘛？你要想上来还是不上来？我也不知道你扒拉我的凳子。你上来，你可以跳上来的。啥是不好意思法？我们是每周六晚上9点之后给大家开播，每周就一场哈。对，欢迎新进来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哦。嗯，什么意思？你可以说话的，小点声。你是觉得你今天声音哑了，说话不好听吗？什么？对呀、啊，你说勺子嘛，就是你勺子都没有发出声音。我觉得你现在有偶像包袱了。没有，今天人少。今天人少，不到不够闹腾。就我一个人讲话也很奇怪。那个啥都不吃，要啥都吃的那个，现在不，你是工作人员嘛，对吧？他们是又不是工作人员，插科打诨的，对吧？什么插科打诨的？是的，行，我们不够闹，也不是，也不是，是他嫌你们，不是我嫌你们，我怎样都可以。嗯，你还搞对立呢？哦，你要上来吗？你不是能，你不是会跳吗？我感觉我今天喝茶喝的有点过多。我还行。是吗？我感觉我今天喝的有点过多。今天喝水喝的特别少。那下午都渴死了。我们去看看的时候。对呀。在养蜜大屋，那就有点太久了，朋友。有人夸你今天造型不错。瞎弄的，瞎弄的。怎么会有一直有风声？因为上边有一风扇。对，有个风扇，特别小。今天这个应该还好吧？今天的这个应该。其实开了它就会有收音。对。但应该。他收得很清楚，是吗？对，如果戴耳机就会觉得听得很清楚。旁边的小伙伴是一个1米9大个。对，是身边有一个1米9大个的工作人员。北京降温了吗？其实今天还好，今天算是风和日丽的，昨天有点降温，温度有点低。你很喜欢植物吗？对，动物植物都喜欢。挺好，人气上上，给赞赞拉拉新粉，随缘，谢谢谢谢谢谢，感恩。那你喜欢人吗？嗯，这话问的。还有人说这个回北京之后爬爬山，我们是反正平时没事的时候可能会去，对，但也比较少，我们爬山的也比较少。但如果我们要去爬山的话，会准备一些茶具，然后到山上坐着看风景，就还是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吧。哎，有人要辞了我，太好了。什么？有人说这个工作人员在直播间用不了一点，得了吧，好累，谢谢他。我看看，对，都是打工人，不容易，相互理解吧。我觉得他辞完了以后，他后面有一个，有那种，那个是什么？他要峰回路转，信不信？他有那种。我都能猜得到他要说什么。古北水镇，古北水镇我们去过，很早的时候去过。
考虑冬天去东北玩玩？太冷了，我没。可以去雪乡。哎呀，都太冷了，因为我没啥脂肪。我招待。行，这可可以。我现在怎么眼皮有点重啊？浑身上下脂肪最重的地方的眼皮。其实我有两天没有运动了。我都已经一个月没动了。两天没有运动了。保时捷是啥？有人刷保时捷吗？哎，多少有点牵牵眼开了。我们这个直播间不是这样的。对，我们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随缘。随缘，随缘啊，随缘。借买灯牌。对，好多人好像没有加粉丝灯牌是吗？大家可以加一加我们的粉丝灯牌啊，也就一毛钱。这样的话人气可能会高一些。这么好的小男人，我们是大男主，不是小男人。对对，我是长得像小男人，但是这个猫这个猫什么，这个猫叫什么名字？这个猫叫着 Tini。想看，我也想看我的君如玉，大家等等吧，已经下了证了，等排期。其实今天没累，不该累的。其实我们今天，我定的闹钟是10:30，而且10:30我也已经起床了。我觉得。哎呀，像昨天那种天气，今天再眯一会儿，我总觉得我今天不管怎么样，我应该12点就已经起了，没想到一睡到下午2:30，2点吧，太可怕了。那后边的时间还挺充实。什么后边？对啊，对。没有，就是怕下午睡多了，晚上睡得太晚。对，我24号是要来西安，没错没错。是哈基米亚送的一个浪漫烟花。后面的植物是我养的吗？是的，没错。不是特别规律。没有，我们在客厅，在我家里面的客厅。有缘分的时候自来。挺好挺好。多爬爬山，听听音乐会，挺好的挺好的。好啊好啊，到时候我们现场见。没啥可吓人，它就是一幅艺术画。
完了，这一泡有点。等了好久。会煮茶呀，但煮茶一般都冬天煮，我夏天煮茶并不多，就泡茶。白茶需要煮。在拍的，在拍的，上个月才杀青才回来。我会不会打算？不一定吧。煮和泡味道会有什么区别吗？每个茶它煮和泡都会相对有些区别，就而且有些茶是比较耐泡，像发酵茶呢，它就更加的耐煮一些，不是耐泡啊，耐煮一些，煮和泡都是。煮的话就是里面的层次感会更加的浓，时间也会更加的久。我性子挺直的，不太好。生活中挺好的，在工作中不太好。我怎么说我家有开餐馆的？不是，我们家没有开餐馆的。我们不在国外，我在北京。没有开始养老，我们这种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平时不咋喝绿茶，不咋喝。不是，曲廊院呢是一个很好的哥哥和姐姐开的。关系很好的哥哥姐姐开的，这一次有机会就是生日会在曲廊院办呢，也是哥哥和姐姐的鼎力支持吧。平时之前有打过八段锦，好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嘛。没在组里面。好的。谢谢朋友送的战鼓嘞，几年没看到我的戏了，不至于，没有几年好吗？晚上喝茶会睡不着吗？有时候会，有时候还好。对，不至于。
病科不算，我都看不懂。对。后面墙上的植物是什么品种？顶上的那一层呢是鹿角蕨，中间的两排呢是西来丽蝴蝶兰，底下的呢是花竹。你为什么没有发疯？有发疯啊，这不是发疯吗？别问植物了，上次问植物大哥没说对，他生气啥？我们直播间就是要问植物的啊，我们是一个分享绿色贩卖快乐的直播间，就爱听，对，就爱听大家说分享植物的事情。对，侧脸，我自认为侧脸确实是比正脸好看一些。你有啥问题？我家的那个龟背竹，它那个气生根啊，好长哦，啊，大概都有一米了，可以剪，是不是可以剪了？可以剪，但是留着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吗？留着的话，它会吸收更多空气中的水分，它长得会更好。那就不剪了吗？对啊，如果没有妨碍的话，是可以不剪的。但是你认为，有点碍眼或不好看的话，你想剪也是可以的，或者把它长出来没那么长的时候，你可以引进土里面，就是那个水培的那一瓶，就是你看这个不是很长吗？比这个长，你可以拿这个，因为刚刚已经聊到这的时候，你可以帮我拿一下，我可以给你挡着。对，比这个长。对，如果它本来气生根就很长，要如果大家早一点的话，可以把它引进土里面。如果现在这么长了是没法引的，但是大家看它，如果这根它又长出了新的根系，证明它最近的状态还不错。它是比较稀有的龟背竹。大家看到这个不是，这个其实就是变异了，这个变异的没太多，这上面就是这株变异，它是一个短茎的龟背竹。看到了，给你点面子。那就证明它长得还不错，其实是。红掌，其实红掌是可以水培的。对，还有一只灰色的。这么多，就我们商量一下。对，你去念姐跟念姐商量一下，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然后大家关于刚刚那个工作室已经去问了，有没有给大家预留票，预留24号的活动。稍等啊，稍等，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案。
啊、哦，不用买票，不用买票，应该是给大家预留票了，就不用买票了。这种事情咱可以下次提前播，不可以，因为我们也才刚知道，好吗？我知道大家都是好心，但是有时候啊，就是我们能为大家着想的，都会为大家着想。因为我们也才刚定，好吗？我知道大家是好心。也没有为难了，也没有为难了，不是，只是觉得像是我没有为大家考虑的，其实没有了。吃泡沫，这是西安好吃的，然后名胜古迹也很多，大家可以去看看什么兵马俑啊，或者是，华清池，对吧？去可以看看，看看永乐宫啥的。好，谢谢谢谢。如果大家24号要来我们活动现场的，可以私信一下工作室，我们来做个统计，大概有多少人来，好不好？我们去参加一个首映礼。你看，其实我觉得，我很感谢片方啊，其实片方是这样的，我们因为刚刚联系了，就是我们在直播间也跟大家说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大家可能也看到我的票了以后，他说，片方是觉得如果我们现在有粉丝要来的话，我们也要给我们的粉丝留个票，现在片方也给我们，直接换了影院，换了一个影厅。就是为了大家，所以我们还是很感谢片方的。因为我们确实现在是能力比较微弱，比较浅薄，所以不是太想让大家就太麻烦大家。是有在本地的，对，刚好。如果有在本地的，刚好有时间，咱们想线下碰面的话，可以来支持一下。对，也不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在外地的话，专门还得跑一趟。私信那个抖音号吧，好不好？工作室的。工作室，朱赞景工作室的抖音号。感谢大家，我们可以私信，我们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来，我们统计一下。
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刚刚的那个语气可能是稍微重了一点啊，是吧？不，就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重啊，就是说，但说刚刚有一位朋友，可能也是老朋友吧，可能他的有点恨铁不成钢的那个语气，说下次能不能早点通知，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呢也是临时去支持的，对，我们也是昨天才订的票，今天就跟大家说了。对，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工作室发的那个留言，就是我们24号下午2点在那个西安的万象影城，就是赞赞要出席电影《末路无期》的首映礼，然后因为片方考虑到可能会有粉丝过去，所以给粉丝留了一些票，但是具体多少张呢，我们就看看粉丝可以在当天有时间的时候联系一下工作室的那个抖音号，然后看看统计一下，然后再跟片方反馈一下，这样的话也不浪费别人的心意，然后我们也能好好的观影，就不让粉丝在外边等了，就这么个意思。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很感谢片方对我们粉丝的照顾，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私讯完了，好的好的，大家可能还是就是尽量吧，确保有时间去，我们在私信工作室好不好，或者说有可能来也跟工作室稍微说明一下情况，因为片方其实很贴心的，对，所以我们也不要辜负片方的这一份心意嘛，就尽量是私信的尽量都能来到，如果还不是很确定的话，也要跟工作室去说明一下情况，尽量不用有一个很大的出入啊，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啊，不是，是在西安举办的那个丝绸之路电影节片方的一个首映礼，我们去参加。可以搜一下，就直接搜一下朱赞锦工作室抖音号就可以了。工作室已经说话了，大家可以去点个关注，然后有什么情况的话可以私信一下。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有人已经发私信了。好的好的，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说已经发私信了。大家可以说具体有多少个人来，然后时间几点来啊，因为我们是两点就这个活动是开始哈，然后几个人来，我们做一个统计。家里面没有小猫，是24号当天回北京吗？不是，我们可能会多待一两天，对，但呢多待的时间呢我们可能就私人的活动了，好不好？我们当天公开的活动呢就是24号下午2点钟，我们会多待两天，然后是私人的行动行动活动。对，我觉得还是相互的吧，确实是。反正就是9月24号的下午2点在西安的
万象影城，然后我们有一个电影《末路武器》的首映礼，赞赞是去参加这个首映礼的。然后如果能去的粉丝，就是片方为了让粉丝不去白跑，然后可以给大家一些电影票。但如果你去不了的话，最好还不要就是随便发，因为他要占片方其他人的名额。对的对的。然后现在在我们直播间都是自己人嘛，我也想说如果那天去的话，因为也不是我们的主场，我们也是被邀请过去的，大家还是就是稍微要有秩序一点点，好不好？电影票是免费，是的。对，电影票是免费的。现在茶汤的颜色是好像正常的，但是没啥味儿了。对，我不会，也没有什么为难吧。我们就是现在直播间现在剩下的都是自己人，就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有空来河北，我们河北河南都去过了。对，河北河南都去过了。就还有比如说那一天的那个活动，就是16号的那个线下活动，我觉得我很能理解大家。就是好不容易见一次的那种急迫的心情，大家都把那个相机啊或者什么都贴着那个玻璃上，我明白大家的心情。但是包括大家也想留下最美好的片段也好，或者是为出更好看的图片视频，然后大家发的图片和视频我也都看了，确实都很好看。但是对于当下来说，除了我们粉丝朋友之外，还会有一些路过我们现场的朋友，包括还有活动的一些主办方。其实那一天对于我们来说，我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越界了，因为它毕竟还是对外的一个场所，大家稍微有一些把那个我们的那个橱窗口都给挡住了。我觉得啊，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妥，但后面秩序就好了。对，而且还有，毕竟也有我们跟了我们很多年的老朋友，对，希望大家能理解，好不好？我很能明白大家的状态和心理。如果我要去见一个久违的老朋友的时候，我也会可能就。稍微比平时的一些行为会稍微夸张一点点。对，因为我们比较理解粉丝的那个这个心情。对，我们也不是在，我们也没有当下的去善意的提醒一下，我们没有当下的去跟大家把这个情况说得很明白，但是我们事后呢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就是对外的观感不是特别好，对于我自己来说无所谓。刚好如果在西安能够偶遇的话，其实大家也要讲秩序。嗯，虽然大家那天出的片子呀都很好看，对吧？我也都看了，大家发的那些视频啊照片我都看了。你这么为别人着想会不会容易内耗啊？其实还好。而且那一天其实我们的生日礼物就是为我们的粉丝朋友准备的，所以大家不用着急，都会有。就是因为现在估计就留在我们直播间的基本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就是打心眼里面说一些自己的心里话，对吧？基本都是宠粉的福利。对对，我们也不是说现在来就是
怎么样啊，就是说无则加勉嘛，是吧，越来越好。没有，我当下已经表示了一下的，只是没有说得很明白很明确，但是我说完了以后大家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哎，我看到一个青年的老粉说了啥，字跳太快了，感谢支持，我们可以在新的平台里面去讨论更多的事情，也感谢这么多年的陪伴啊。我们工作室的一些问题我们当天已经交接完了，对，我们确实不光是工作人员，包括我也会反思一些当天的一些问题。嗯，我们的调整只是为了下一次的活动会更加的有秩序，更加的好嘛。谢谢成为粉丝团的成员，谢谢。点亮左上方，不好意思，点亮左上方的那个小黄星就可以了。觉得有植物方面的问题还可以问。对，大家有什么植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哈。而且我也希望就是比较了解我的新粉朋友可能他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去我们相互了解相互磨合，但跟我很长相互陪伴时间很长的粉丝朋友们就如果人特别多的话也希望你们来替我去维持秩序。音乐声音大不是吗？声音小一点。因为老粉都比较理智，其实是。有人说后边那个哭了吗？这不是哭的。哭了。啊，你就说是上面吧。它其实是这样的，它上面是这个鹿角蕨的那个冠。它是营养液，底下的是它的孢子液，它是蕨类植物，它后面会有它的一些孢子，它上面的那个营养液呢，它时间久了以后就是会，它其实就是它的功能就是储水，给植物储水用，它慢慢的就会干枯掉，它会再在它的原来的基础上再长一片新叶，新叶的时候就是绿色的，这个是它的正常状态。哦，没有，是正在烧水泡茶。赞赞跟刘老师还有联系吗？联系不多，口播一次。9月24日下午2点，西安万象影城，西安万象天地，这是 Hello 剧目店，出席电影《末路无期》首映礼。
一声叹气。好的，我加大声量，还不睡吗？快了。这个为什么就是不加在这儿了？然后这几次全都是放在桌子上。对，早点休息。是的，是的。对，大家早点休息嘛，虽然是周末，一天睡几个小时，6到8小时。谢谢谢谢。每个人对熬夜的概念不一样。谢谢送出的小星星。对，是的，单身。我很怕说他问的那个问题，真的。赞赞很温柔的，在剧组总被打。我觉得大家理智一下，好吧？嗯，想问的话去问本人吧。哦，我也不知道，不能说想问，我也不知道，好吧？我也不能这么说，我就不应该说这个问题，过了好不好？再这样我不想直播了。我觉得尊重一下主播吧。对，泡茶吧。泡茶，对，泡茶喝。我们喝完这泡茶我们就要下播了，好吧？好的，我们已经忽视一晚上了。没有啦，我们的那些朋友就是我们每周六晚上9点后都会跟大家直播，没有什么好不容易蹲到，也谢谢你的支持啊，真的，这么晚了，这么晚了。不要乱用儿化音。是的，该打。今天泡的，我们今天喝的是那个六宝和陈皮。对啊，赶紧关注。是的。有人问有没有稳定情绪的书籍，好多吧？好多吧，我觉得书籍它是让我们更加对我们的没有了解以外的生活，更加去扩充了我们的世界。但自己的内心其实关注也很重要，稳定情绪呢，首先我们要意识自己的情绪出现在哪一方面，就是哪一方面会让我们的波澜更大，我们专注自己的那一方面去修炼吧。通过的方式也有很多啊，有些人呢可能是出去走一走，去看看大自然，他都这个焦虑的心情都会有所缓解，或者有些人呢就是比较倾诉型的，也可以跟朋友说一说，好朋友说一说。你最近在看什么书？我最近说实话没咋看书。嘿嘿，确实是。但我最近看，最近要准备新的工作嘛，嗯，然后就犯罪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对。然后也要看很多剧，主要是
是也是树。啊，对的，眉毛确实很浓密。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马上也12点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有一个定了的剧一直在延期，所以我们不定什么时候开机，然后除去那个之外，剩下的戏还没有定。祝大家都顺顺利利的，好吧，生活顺利美满健康。好，我们后面的灯也关了。哎，感觉这样关了这个灯，好像是不是状态更好了一点？它那个主光源还挺好的。主光源打过来了，还挺好看的。你再说一下24号的那个。你说吧。那个9月24号下午2点，在西安万象影院，我们有一个《末路无期》的首映礼的活动，赞赞去参加这个活动。如果在本地的或者有时间的粉丝朋友，可以私信住在你工作室，然后确定这个行程能来的话。可以在工作室那儿领到免费的观影票，就这么简单。对，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好的，拜拜拜拜，晚安，大家早些休息。对，在西安24号下午2点。大家去联系一下朱赞景工作室，好吧，朱赞景工作室抖音号，拜拜。